刘德礼议员发言时间20分钟。好，我们会议主席啊，等这个本席在此要求主席的待会回答的观点即问即答啊，即问即答啊。首先我们大会主席还有我们民政小组的我们各位局处长，在座的各位所有的区长啊，以及我们议员先进，还有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所有的市民朋友啊，大家早上大家好。首先啊，请教我们刚是我们民政局局长，请教局长，我们在你到任这一段时间是多久？我是在2023年3月31号到任。哦，1923年3月31号，可惜在这边请教你，在这个部分，我们从100年县市合并之后，我请教你，在这个部分，民政局对外募款，跟民间募款，以及寺庙民间全部包含民间团体募款，募了多少？报告议员哈，我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没有直接募款。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活动需要啊民间的赞助，那他可能会提供一些礼品，好，那大概是这个部分。我们来讲的话，在需要民间的一个赞助哦，现金呢，那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我们最近呢一些寺庙也好，民间团体也好，你要讲在一个月当中每一个字你都要负责任的啊。我们这个寺庙也好，还有一些对于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市政府的所有各处局这个部分对于民间的募款啊，这里面都含包含了现金，包含了其他的，你讲说你没，你民政局没有。我跟议员报告哈，我在这边我有请我的同仁哈整理出一份资料，因为昨天我想议员都在关心这个事情，那我们的确没有直接把现金拿到民政局来，但是呢我们会有比如说有一些活动啊，那我们需要一些礼品，那我们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地方婚礼的部分，我们都会请寺庙来共襄盛举，那我们在101年度，那我们就有一间寺庙提供给我们新人做一个家电的用品，那金额大概是在80万左右，但是它是直接跟那个就是那个家电用品店，它提供礼券给我们的新人去做一个提货，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那个是这样子确定的吗？是，这个是很明确的。那比如说我们在圣诞点灯的部分，好，那我们也有一些寺庙很热心，那提供给我们一些装置，那所以那你们这个依据这个部分，你们的法源何在？你们今天来讲的话，不管今天是物品也好，现金也好，你们的法源何在？你是依据哪一条法规跟法令来针对的这个事情在做这个募款的工作？不管今天它是物资也好，或者礼品也好，或者现金也好，你是依哪一条法源在做这个事情？我跟议员报告哈，因为我们在跟寺庙用什么法源就好了。你的法源来自于行政单位，要依法行政，我是依法跟你监督的。你是用什么法源来这样做这个事情？我报告议员啊，我们平常有些寺庙他们也会捐。我问你是用什么法源来叫他们捐这个部分？连法源你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这是公益捐募许可办法里面的所谓延伸出来的。你连问民政局局长，你们整个那么大的，我们当初第一大部会的第一大局，你都不了解所谓的我们公益捐募条这个许可办法，你们毫无章法，你们根本没有照法律。今天来讲的话，高雄市政府完全不依法行政，这就是你们今天我们今天所有市民面对的你们高雄市政府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诟病。本席在这边再请教，我们针对了我们这个公益捐募条例这个许可办法里面的规范，它这个规范里面很清楚地讲到，行政单位不得对外做募款的工作，不得。你要了解啊，这部分法制局局长，你来跟这个民政局局长来说明一下。时间有限，讲快一点。就是在《公益捐募条例》的捐募团体第5条第2项，它有这么讲，就说各级
政府机关得其以动议目的接受所属人员或外界主动接诊，不得发起欠募，但因重大灾后国际救援是不再实现。这个是有关于最主要就是让我们行政单位不要球员兼裁判，对不对？啊，我们来讲的话，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我们立法院的抗议啊，我们最近这个电商一直在媒体一直在报道，那一天3月30号330，我们看到很多缺陷箱，政府现在这样。可是今天来讲，行政单位民政局公然的募款，公然的这个对于他的这个所谓的不管礼品或者募款，所这个不会所带来的，因为你们是有牌的嘛，所以说你们可以不必要经过法律的一个约束。看到这些学生，人家对他募款，现在中央也是在查这个事情。而今天高雄市市政府，你们这身为一个一级的官员，你们都不了解这个法律的依据跟的存在，你们对公然对于百姓针对的这个来做募款，募款的这个第六条是什么？第六条，所有人民团体，我们要募款，要跟主管机关，对不对？把他的所有的一些计划内容实施的，我们要并入。我们并入高雄市，你们要必须并入高雄市的决算、预算跟决算，来到我们高雄市，是因为来针对了你们募的这些款项、这些物资来做一个决算的一个审查，是不是这个样子？局长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在《公益欠募条例》第六条有规定。有规定，是不是所有的人民团体、所有的人民团体在捐募的时候，必须要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定，是不是这个样子？他的计划内容实施的一个项目地区，是不是要经过主管机关核定？局长，你身为一个局长，连这个法规你都还看那么久？第六条，第六条及第七条，它也分别都有加以规定。那也规定我们行政单位要做些什么？当然在第七条就是说，在签条里基于公益目的的话，然后要给申请主管参观文件啊，现签署活动所在地的直辖市主管机关的申请许可的，这个在这是对于民间的，我们行政单位呢，行政单位是比照这个样子来做，对于他们的这个签署的一个计划、一个目的、一个地区，还有实施的内容，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是的，要这个经过议会，要并决预算跟决算，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是，那刚我想。那我们讲的话，真的你请坐，局长，你听得很清楚。法院依据在1995年12月27号所颁布实施的这些这个许可办法，而我今天来讲的话，我要教你们从这个100年你上任到现在，到底我们民政局对外，不管是对寺庙、对各民间团体，你们所做的，都要把它所有的账目要摊在阳光下，让我们高雄市市民检验。至于你们违法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正峰处长，处长，你到底在我们高雄市到任之后，你办了几件事情？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从教育局的我们的这个国际舞蹈舞标准舞大赛，到我们的这个现有的我们最近的马拉松，还有我们高雄国际灯会这个部分，不是国际灯会，我们的一个灯会，这几年下来，我们到底依据到我们高雄市市政府是依据哪一些条文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说，现在我们来讲，高雄市是所有的厂商也好，企业也好，对于高雄市所有的一些依据的这个跟他的募款，讲是募款是简单，募款要募款的一些条例跟它的内涵。可是我们来讲的话，事实上人家在外面已经讲到你们是有牌流氓啊，有牌流氓啊，已经讲到这种地步了。你今天现在一个政府，我请教你，上次我们讲的舞蹈比赛，包含现在各局处，你有没有针对上次我们本席所讲的，我们所有的高雄市各局处所募的款项做一个实质的调查？处长，请问请答，你就答吧。谢谢刘议员。所以议员上次提到的有教育局提出部分，这部分我们在调查相关资料，他没有提供。教育局，我在这边看到他的资料里面有一个2100多万，2100多万照这个国际的一个比赛的惯例，我要让高雄市市民了解一下比赛的惯例，大概邀请选手来，对不对？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还要包含人家的住宿，包含人家的机票也好，住宿，还有他的家属，这里面列了2100多万。我们高雄市啊，真的拿我们高雄市的市民的所有纳税人的这个荷包、这个金额、这个金钱啊，在开玩笑。现在看到我们那么这个高市的这个财政那么拮据的状况之下，你于心何忍？2100多万，包含人家的眷属的住食，都要包含在里面。我们要让高雄市市民能够了解，您请坐。我们在座的各位继续的，在这三年当中，这最近的这些当中，谁有对外不满的，请举手。还有，就你知道吗？这边还有没有？请问一下，你是用什么名义募款？为了当会募款。好，你把你募款的所有的详细的一个行政流程跟所有的资料提供本席。那个局长，你要把这个从一百年的这个你上任到现在所有的募的物资也好、礼品也好、金额也好，全部要交给高雄市议会，附带给高雄市议员刘德林，了解吗？没有问题。本席我还在那边还有一个说法，你们曾经刚刚你讲到的一个所谓的你们的那个礼券，我再请教一下，在礼券，我记得好像有人在检验这个礼券，这个礼券里面大家听好啊，礼券里面一般我们市民都应该知道，我听说里面把现金交给你们，然后你们就换成礼券，这个是有。可是大家了解礼券跟现金中间的差别是在什么地方？我跟大家说明，礼券跟大家都知道，礼券如果用现金去换去买得礼券之后，它可能有一定的折扣。那瓜田李下，我在这边很明白的点你，瓜田李下，今天行政官员哪里有能够像我们高雄市市政府能够做这些工作呢？包含灯会，包含教育，教育的一个这些办的活动，每一项都是跟高雄市市民、跟我们高雄市市这个所有的企业在做一个主体的募款。难怪我们今天对于整个的高雄市的一个萧条跟招商，因为高雄市市政府没有依法行政，高雄市市政府没有依法行政的最重要。所以说，现有投资客、现有的投资的企业、现有投资的厂商，你将投资下去，无语问苍天。因为你们夹带了一个行政优势，你们如果说今天去到哪个单位、哪个寺庙，我得提名的讲，我请你募款，对不对？请你自动捐献，不捐献，你这个楼上是不是哪个角度出来，是不是违建？你这个工厂是不是哪里是环保有问题？你这个工厂是不是劳工有问题？对不对？劳安有问题？这个就是今天高雄市最大的一个行政单位的一个诟病啊，陈吉市长啊，你也要正视你今天最领导的这个团队，你要去了解这个团队已经在这里面来讲的话，所谓我们行政单位做到基本的一个清廉，我再想一个去处理，大家来讲的话，最基本的一个行政官员对于市民要求的最卑微的清廉，我在这边就提出你们对于你们高雄市市政府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疑。这个质疑来自于高雄市民对高雄市市政府的怨声载道，这些企业、这些厂商，就是你们今天所做出来的行径跟可经过市民对你们的一个踏板。本席在这边用这种言语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痛心的一个讲法。局长，在多久的时间，你能够把这些资料提供给我？